草无极限，安心亚各种城市超猎奇。小鬼李千娜在逃婚一百次中都毛起来，丑到没朋友，这么用力不计形象，却通通输给他。边走边吃，结果没有注意到右方来车，当场迎面撞上，现场就昏迷了。而现场的人员呢，是紧急急救之后一阵回天乏术。滑倒跌入泳池之后溺毙身亡。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。第一次车祸，第二次摔，结果不小心被摩尔基给噎住了。现场人员当场帮他施行哈姆立克法，不过还是回天乏术。嘿丢，一句台词都没有的安心亚在里头各种离奇的死啊！另外，小鬼饰演的许大菜不满意自己的生活，靠着一颗神秘骰子得以穿越各种平行时空，重复过着同一天。觉得选错人生的时候就塞骰子吧。人生其实很简单的 ，to be or not to be。只要骰下那颗骰子，我就能穿梭不同的人生。人人桃姐帮帮忙，我好久没吃饭了。